为着因家无亲自来到，不但阁小弟袂甲在地好好发挥融合作，伫后来举办了一场插花活动，互小朋友亲手插花，最后完成的作品阁早转去互亲爱的妈妈，度过一个欢喜的母亲节。为了迎接母亲节的来到，关庙宝堂国小特别伫咧今仔日伫咧校内安排了插花的课程，要来让小朋友亲自制作要送给妈妈的礼物。其实使用了来自六甲区的火鹤花，好舒心伫咧庆祝母亲节的同时，也当帮助着台南的花农。刚好是母亲节前夕，那我们台南的在地花卉就是我们六甲的火鹤。那我们希望培养孩子在生活的美感中可以了解很多美感的素养，所以刚好借由这样的母亲节，透过这样举办的一个插花的活动，也跟农业局申请，还有跟我们的花农合作，请来非常有专长的花艺老师教孩子插花，插着一盆漂漂亮的花回去送给自己心爱的母亲，祝他们母亲节快乐。使用了海米作为基底，再搭配现在冬季的火鹤花，会当看到每一个小朋友拢发挥出家己的创意，制作出了独一无二的作品。原是借由关家无共做搭配，毛人是借由雪水来做分配。最后才完成的作品，也会让小朋友早回去家，然后再过来送给自己的妈妈。相信比起过去现成的康乃馨是更加有意义，让大人和小朋友共同过了一个欢喜又满足的节日。祝妈妈母亲节快乐！记者陈明，关庙区采访报道。